他也卡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个一就很明显，他也卡，他的明显是摁了之后有延迟。哎，好可怜的国服玩家，一到黄金时间就要被这服务器折磨，又卡，真的卡，一到七八九点这个时间段，被卡到炸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武器他放个技能都慢的要死。 看起来好像他很笨，没有，实际上他可能延迟跟我差不多，他学的 W， 伤害也挡不下来，哼哼，这真卡。我觉得你是黄金时间段，你更应该流畅，对不对？不然你看，这武器，我主要是习惯躲 A 他很卡，他不卡的话，他能闪出来。明把武器是我校友，真的假的？那不能下手太轻了，我操！那不得往死里打，那得让对方记住我的印象深一点。没事，这把我把他往死里揍，他是你校友是吧？ 日服还要排队吗？修天玄，真的假的？日服都要排队？嗯，有人在吗？他这漏了个头出来。我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我还你他。我不想 K 的。 坏事！我怕他烧不死。他是触发流血，没注意看。我的米大补皮，又是小炮。我操，小炮永恩加岩雀加武器。 这都是我怕的英雄。
难道心态炸裂？不一定，助攻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你像我平时我也有助攻，也不错的。我到时候还给他就好了。到时候如果想来吃一下杜城，也是可以给他吃一吃。放心，我不会那么绝情。 追不到，会有坏人，这就尴尬了，操了，没过去。 太卡了，因为我以为我是走到那个位置，我摁还是那个按照我之前的操作习惯去摁，就是我走到一个地方我就会直接摁E，那它有食物延迟，可能我鼠标的位置就不对了，就导致过不去，就前面几把都有这种问题，就我走到一个地方它会过不去，你知道吗？ 你看我这有一下平 A 就 A 肯定是先放傻子，这笨蛋，懂这种抓人的来害人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复活了就往我这里跑？ 不远去，有开个大过来把我堵住。把我打了一个，哎，跳舞。 太卡了，太卡了！这输入延迟，看到吗？就我的操作就是感觉好像就差一点点打到，真的很烦的，就那一厘米就 Q 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就哇操，这太难受了，这输入延迟，你在干嘛，腾讯？ 那腾讯在干嘛？腾讯，维护一下服务器行不行啊？这输入延迟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这看到没有？这我点的它不跟我这鼠标在一块的。一般来讲是你点的话，你点这里，你拽回来，一般你拽回来，那个人他就已经往那边朝向了，这很明显就感觉得到不对劲。 哎，我 PS 没用了，它只是你图形稳定，你要想玩的流畅，图形稳定是一个，延迟反馈是一个，延迟反馈有问题，它输入延迟变大或者接收延迟变大都不行，这样会影响你操作。 哎，这是直播间都是笨蛋，反正你也听不懂什么叫输延迟。直播间都是些大笨蛋，都是些猪。直播间都是猪，延迟低能上分，当然能上分了。直播间的都是猪。
都是猪，直播间都是一群猪，呜，你骂我，都是大笨猪，就跟我干一样。 哎呀，这你看这个平A了，就很烦的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想说，你看，然后他每次就有一下 A 不出来就憋得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特别难受，找谁说去？没有人能为此负责。哎，又 A 不出来，我真的是，为什么 A 不出来啊？ 为什么又不出来？然后又 A 不出来，哎，我真的是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操作衔接顺畅吗？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操作衔接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饥饿记忆的，就是怎么讲呢？一个很顶峰了。就你现在你告诉我这东西。 输入有延迟，而且延迟很大，这我就很难受了。延迟这么大怎么玩？哈哈，嗯，杀，真的烦。是的，主播能感觉到延迟很细微的变化。 我的钱被分了！我操！我钱被分了！转圈圈，这武器应该也挺卡的，我感觉。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。 第一出版本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服务器延迟这么高，怎么玩？ 俗话说得好，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“顾客就是上帝”。那顾客就是上帝，你不把服务器搞好，点怎么玩？上帝玩游戏对不对？他妈玩的不好就不掏钱。评价下跪，评价入魔，又被杀到100块了。臭永恩，拿命来！那你自杀吧。 还行吧，设置里点没点，我的全都还原了。移动侦测它也不是这样的，杀死一个正在 shopping 的波比，这把队友太强，这蓝刀锋太强。 这里有个延续。我操！这么害怕？说实话，你最好是被我杀了也比较好。这活着也没用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难道这么爆？哇！那没了。
完喽，完大蛋喽，输入延迟太大，操作不来了。难道死了？他怎么死的？我没注意他怎么死的。他突然想笑，想到一些有趣的事。延迟高，难道的 QA 会卡？在几点？十点。十一点应该就不会卡。我感觉他应该是开了个什么通道，然后就是怎么讲，服务器承载量大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进入这个通道。承载量小的时候，它就换到另一个通道，就是按照时间来算。啊！别打了！我真的是，哎呀，玩的一点都不开心。你看我12-2，一点都不开心。弹性负载均衡，差不多吧。我不太懂这种程序的东西，但我感觉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真的烦死了，这又卡的又走不了位，哎呀，我真的是。